六岁白老虎开庆生趴。高雄寿山动物园的白老虎招海汉欢乐，六岁了。昨天园方特别举办庆生会，现场请来动物人偶和小朋友一起跳骑马舞，热热闹闹为他们祝寿。至于白老虎的生日蛋糕，可是用四公斤牛肉和两只拳鸡做成的，分量十足，让两只寿星都能好好大吃一顿。但白老虎已经习惯躲在丛林里觅食，对着现成送到嘴边的全肉蛋糕似乎没啥兴趣。小朋友疑惑老虎怎么不吃肉，就有民众打趣说老虎可能是会害羞吧。等一下他这个场地巡逻完后，他就会来慢慢的碰他的蛋糕来吃。动新闻祝你生日快乐报道。